你俩是胜利的是吧？对。啊，我是唐纺的，我们那个看护工作人员，这位是那个咱们滨西卫生院的医护人员。今天吧，你们进行隔离14天，14天呢，就在这个空间里，坚决不准迈出这个门，知道不得？楼下有警察，你有特殊情况、有需求的，给咱们这个陈思远同志打电话，然后要他们给你代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们在这个14天中整个隔离属于自费的，这是第三个，你们千万不要外出，不准出去这个空间，因为你们是在胸科医院转出来的出院留观人员，这样式呢对你们自己负责，也对咱们所有的老百姓负责。咱们滨县现在是那个疫区是没有一个人那什么的，是那个零，所以呢希望咱们能保住咱们滨县这块净土，一个人也不被传染，保咱们全滨县人民的健康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也算最后的贡献，希望你们能配合政府，配合医疗人员的要求。下面咱们这医护人员告诉你们这隔离的具体要求。这就配合，你放心吧。你们在这14天当中吧，就在这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有啥要求像他说的是跟我们提，我们尽量满足你们，但是别提过分的要求就可以，坚决不能出去啊。对，然后你们家人不能来，也不能来看你们来。不能。对，因为啥？这是对你负责，也是对全县人民负责，因为咱这一个病例都没有，一定要保持下去。就这样，行。大叔，口罩戴上吧。啊，怎么不戴口罩啊？哎，大叔，咱抽完了，把口罩还是戴上吧。逮着我刚说过一次的，把我抓去。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您在户外出现不害怕吗？你干什么？我问你，我采访一下，您不害怕吗？这个现在这么严重。我觉得人多了，你要把口罩摘起来，不要在这里抽烟，这人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对，现在这么严重，你自己不害怕吗？好不好？为了你自己的安全。谢谢你了，孩子，谢谢你了，孩子。那跟你说半天，叫你把口罩摘起来。那是不戴。我不同意，不真实。好不好？谢谢朋友，谢谢朋友。把口罩戴了，好吧，今天我在一起聚集，好吧。师傅把口罩戴，我们要去买东西，口罩戴好，口罩戴好，好不好，师傅？那就每天出来晒晒太阳。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空调、开水器、垃圾桶，然后最顶端就是厕所，有洗漱的地方。
一只咬碎了四。咬啥了？好了，这不是，哎，垃圾我扔一下，好了，好，行了，好。